Hello， 大家好，我是单车时代的 Tim， 我是 Rainy。好了，我们现在啊，今天要来。等等，嘿、hey,，Tim， 你干嘛穿这样？怎么穿、欸？过年呢、啊，过年就是要喜气啊。你尺度也太高了吧？对啊，不是嘛，就是最近这个小编比较难当嘛，要下海這樣子，辛苦了，真的辛苦了。不会啦，反正过年嘛，我们就要冲冲大家的喜气。那也因此呢，我们在影片开始之前呢，我们来说几句吉祥话。好，对啊，好，我在这边呢，先祝大家虎年行大运。那我祝大家恭喜发财。啊，不过、啊、这个不是重点啊，真正重点就是我们眼前这六个福冠啊。那其实福冠呢，哦，这是每年捷安特呢都会推出的一个抽抽乐，那其实就是让跟各位车友一个同乐的概念这样子。那其实它就是像一个福袋啊，也像刮刮乐一样、那其实可以看到它这个每个都是水壶，那水壶里面呢，都有一个抽奖券。这个可以到捷安特各大门市里面可以直接去购买。如果你在呢，你在购物的话，那你只要再加108块，它就可以直接入手这个水壶，那里面还有个刮刮乐。那当然呢，你如果你要直接购买也可以，它的一个的售价只是188。对，那听说今年呢，我们最大的奖呢是一个电动的小折。真的假的？对。那所以我等一下刮到的话，也是我的吗？就我可以直接洗走？那我们影片，要不要就暂停了？反正只要我刮到车友也是，我们还是有其他奖项啊，还是有其他不错的奖项。今年还有像尾灯啊，然后还有一些购物金啊，然后还有一些运动的车通勤车款。这么多奖哦？对啊，其实捷安特每年在这个真的都是非常用心，真的。那我们是不是事不宜迟？等一下，那如果说我们等一下在这里刮到的奖，对，那要怎么办？哦，你想得很好，这个呢我们会回馈给车友，我们的粉丝们。回馈给车友。对，就是我们抽出来的奖呢，我们就直接送给我们的粉丝，送给我们粉丝，在我们单车时代的平台办抽奖吗？对，没有。那如果我等一下如果抽到大奖，我不就有要送给车友？你先冷静，我不要紧张。那我要走啦，我干嘛刮？反正刮到也不是我的。你先冷静，这我们后面再谈嘛。我们先刮。好，反正也不是我刮到嘛。你也不一定会抽中、啊。好，那废话不多说了，我们先刮。好，那你选哪一个？我想要选最中间红色这个。好，我们先从红色这个。而且它这个超可爱的，还有那个兔子。对。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兔。好，那我来刮这一个。等下如果我刮到车子，我就不要给镜头看，然后我就先按看不起来。对，我就自己，然后跟镜头说，是最小奖。哎呦 ，Happy to you！ 哦，再接再厉。你看你再接再厉。那换我刮，好来，好吧，我都穿这么喜气、欸，我有点紧张哎，不会是你啦，放心啦。哦，哈，再接再厉，你看吧。这不是 say 好的吧？都是再接再厉。对啊，这个代表说，等一下我们还有四个，对，还有四个福冠。好，换我，对，红色，我今天都要挑红色，你都要挑红色，对 ，Happy， 哦，又是一样哦。吼、oh, ，为什么？我知道了，运气要留给我，等一下、对对对晚上那个游泳。游泳。好，换你。好。那六张都共估是怎样？不是，这就是运气。这是运气的成分。等一下，我怀疑我们摄影师刚刚是不是拿记号的给我，就是故意不让我抽奖。没有，别，这个哈、证明一件事情，怎样？就是穿财神衣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帮助。你一点帮助都没有啊，真是的。别，可这个他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其实哈、我们把这些再接再厉都先抽掉，那车友呢就有机会抽到这个大奖。可以接受，把大奖留给车友吗？对啊，合理嘛，可以接受。对啊，不过车友你们也别失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开始虽然有讲说，我们如果抽到奖，我会把它回馈给车友。但现在没有，没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有这个、限量的红包袋，还有我们这个水壶呢，一样都会回馈给我们单车时代的粉丝、真的假的？当然啦、要怎么回馈？很简单，只要在我们的官方粉丝团、这个影片下面呢留言一则吉祥话，你就有可以机会呢把这些带回家。等一下，那我可以先拿一个走吗？
别，不要小气啊，给我一个，这很可爱耶，这个是车友的，是超可爱的哦，你按照流程啊，好，所以我等一下就是要去我们单车时代脸书平台这支影片的底下留言一个吉祥话吗？没有错，好，那在留言之前呢，请大家先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加开启小铃铛，对啊，因为在未来啊，我们当然不是只有这些，我们未来还会举办啊非常非常多的抽奖的活动，所以一定要给大家关注起来就对了，好，对，那最后呢，我们一样用吉祥话来跟大家 say 个 goodbye。那在新的一年呢，祝大家新年快乐！祝大家 Happy to you！ 我是单车时代的 Tim， 我是 Rennie， 拜拜，明年见，拜拜，吃糖喽，吃糖。